下来，哎，年轻妹妹，你的台湾之光是谁？我今天有带这个睫毛膏，因为我自己睫毛本身是超级短哦，是甚至快没有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你现在看起来很长哎，对，算是干枯。所以我抓睫毛膏很注重就是长度，然后但是很多睫毛膏都太块状了，就你一刷上去，然后就一直一块块，像蟑螂脚。对，然后或是太粗，然后也不好看，所以我是很讲求这种根根分明的，所以我就是非常推荐这个，它是卖破百万，哇哦，就是什么超级长。然后又防水，它是有很多系列，它就是很多系列，而且它的刷头是这种超小，就等于说你刷那个下睫毛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刷，你刷下睫毛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用，而且它刷起来一刷就超级长。厉害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出来是块状，它不会纠结，它是那种很轻盈的那种膏状，所以我就觉得它刷起来就我等它一下，然后我可以再重复一直刷它，因为它会越来越长，然后都不会结块，所以我就而且又防水也不会晕一整天。而且我这个角度看演员的睫毛刷得真好，而且我之前下睫毛也会用这个刷，也是超厉害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推荐是这个遮瑕膏，它是某个老师出的遮瑕膏。逛街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柜，我就觉得哇，能出化妆品牌又可以出在柜上，很厉害，就买来试看看。然后我就觉得它的膏体是那种很柔雾的，就是保湿的。我觉得它也没有说很保湿，因为有些太易状就会没办法遮得很住。然后它是有点算是柔雾，就等于说你毛细孔很粗大，然后它一遮上去就很像美肌的感觉，柔肤的那些，而且它都不会让你觉得你有粉感。所以我平常看我像我这边是有上，然后这边看不出来，它好自然哦。对，然后这边有。有痘疤，一点点痘疤，所以我现在要现场就是上给大家看，就是它可以马上就全部揉掉。有，蛮明显的。而且它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矫正肤色，然后又可以揉焦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因为像我痘疤这边就是突然长了一堆痘痘，然后我就很需要这一种，因为有太多异状的，就是你怎么遮都遮不上去，遮很多层了，没有用。而且这个可以拿来遮那个，就是法令纹，法令纹你可以打亮，对。然后现在来遮，所以它一支多用。对，那它一支多少钱？很便宜，也是几百块。我记得也是几百块。比较白的话，你可以遮黑眼圈。哎，你看，我才拍一拍就遮掉了，真的耶！对啊，很神奇，而且没有什么衔接感。它如果你脸上有一些那个血丝，也可以遮。血丝，有血丝，有一些对，就皮肤很薄，我就直接这样遮，我就可以出门了。我有时候就是觉得今天很懒得化妆，我就直接就这样遮遮，局部遮，然后我整个人就感觉很像那种素颜，然后伪素颜的感觉。所以不用再铺蜜粉了。我就不会铺，因为它这个算是很柔焦那种粉感，就是它不是那种湿的，你也不会觉得你会出油，明白，所以我一整天都会感觉就是妆都不会掉，又自然，这么方便，超自然，很棒哎，推荐给你们。